人甲人之间有一种奇妙的无形伫咧牵连，无论时间、空间的差别，互相怀念对方的情绪，总是偷放未开。就算讲是分开十年、二十年，爱慕的情谊，犹原是绵绵伫咧牵连。所以讲，人甲人之间唯一的牵连，就是爱啦。淡情的老汤